大家好，我是佑哥，我们来自阿圭伟气候。阿圭伟气候是一个制作智慧农业方案的公司。我们在开发田间的设备的时候，经常遇到说，不管是环境要求比较严苛啊，或者是审定要求效率更高等等，所以在制造上我们会需要很多的解决方案的协助。那因为这样，我们找到了制造基地这边，希望他们提供我们更多的协助。那在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帮忙，包括技术的建议，包括团队的 member 等等。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大家，如果有机会可以来找制造基地提供协助。